准备开会。这次会议是要想想用什么方法对付司徒乐。昨晚玩的卡拉 OK 机为什么没有拿走？我们来是为了开会的，你们当聚会呀，赶紧搬走。等等，这好像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呀。我就是我自己的英雄。哦耶。哎呀，每次唱这首歌我都好感动啊。谢谢你们一直在我身边忍受着我的坏脾气。哎，老大，我们就是你的影子，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。嗯，影子，影子，老大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我想到对付斯托勒他们的方法了。哎呀，这下斯托勒死定了。这些到底是什么？这个好像叫商阳草。商阳草？商阳是古代一个雨神的名字，这些草就是用这个来命名的。云朵就是它们的果实，一旦成熟就会像真正的云朵一样飞上天空，变成乌云下雨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哈哈，我突然想到一个好玩的点子。太好玩啦，我真是个天才啊。耶，我也要玩。踩着好软啊，还很有弹性啊。我们到了，就是这儿。老大，新怪兽在哪儿啊？我们怎么什么都没看见啊？你们看错了方向了，怪兽在影子里。我下不去了。那我就出发了，打扮，打开舱门，蹦极，我们走。喂，乐乐，我在给大家生火呢。今天走了一天，就让他们玩一会儿吧。哇，好香啊！这多亏了佳怡，在附近找到了可以拿来做香料的调味草呢。那我吃吃看。对了，我忘了说，这调味草是变态辣的。没什么变化吧？没啥变化，就是稍微变性感了。你觉得？还算好了，怎么办？有了。乐乐为了吃还真是拼呢。哎呀，乐乐，吃不了还是别吃了。干啥？啊？你说啥？怪兽！梦极，
神出鬼没爱偷袭，来去无影踪难觅。乐乐，佳怡，快召唤机甲。嗯，神兽白狼，机甲召唤。我还没出招呢。怎么回事？怪兽呢？乐乐，怪兽在我们的影子里。可恶，躲在影子里偷袭算什么本事啊？乐乐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对影子造成伤害的，这样只是白费力气而已。没错，和我的梦极作战，不仅是白费力气，还是愚蠢之极。你们还是乖乖投降吧。想让我们投降，门儿都没有。机会我已经给过了，既然你们不把握，就别怪我冷酷无情了。乐乐，梦极是靠在影子间穿梭躲避攻击的，只要没了影子，他就不堪一击了。可是我们又不能消灭影子，总不能一直等着月光消失吧？照现在这样子，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都难说。我们只要把月光遮住就好了。月光遮住？啊，我懂了。这么多的云朵就可以把月光遮住了。司徒乐，你以为我没想到这点吗？这里的商阳草没有成熟，根本飞不起来。我以为想到好方法了，结果还是差一点。不，乐乐，我们思路是对的，因为我们可以对商阳草进行催熟。怎么个催熟法？我不是说过吗，上阳草的云就跟真正的云一样。云之所以成为雨云，是因为云朵里的水分受了凝结成水滴的。哦，所以我们只需要让上阳草受冷，就能加速云朵的成熟了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呀，那我们赶紧动手吧。哈！这怎么可能？竟然能人工造云？看来人算不如天算啊。天王，你又输了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
白狼的冰之力量，擅长各种格斗技。幸亏你们有办法，不然就危险了。嘿嘿，还是我精明，提前准备好了雨伞。当我没说。就来帮你吧，你们不用过来了，我们自己能行的。乐乐，吸气，是吸气，不是胀气。乐乐，乐乐，肚子向左一点，你那是向右，是左边。我这是左边啊，你的右边。刚才不是说左边吗？怎么又到右边了？终于出来了。再怎么说，乐乐、佳怡你们俩也一起驾驶机甲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是一点默契都没有？一个说左，一个弄右的。看来有必要给你们两个来一次默契培训了。默契培训？老大，我们来了。老大，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啊？来，瞧瞧我准备给猛吉升级的新功能——影子实体器。嘿嘿，瞧好了。居然有两个老大。这只不过是我实体化的影子，不会说话，而且只会重复我的动作。瞧，老大，这新东西好厉害啊！看来这个功能还需要微调一下。笨蛋，这是我的，放手啊！老大，他是你的影子，你放开手，他自然就放手了。有道理。干得好，大呆，把遥控器给我。笨蛋，我才是真的。看来不能拿自己测试，要试的对象当然是神兽了。走，跟我升级梦极去。遵命。说到默契培训，最适合的就是蕴含着伟大的合作精神，洋溢着热血与友情的两人三组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这种小练习能难倒我大英雄司徒乐吗？你们就等着刮目相看吧。那好，我数三声，你们就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前面画线的地方。三二一。刚才不错，再来一次，我们肯定能行的，对吧，佳怡？没错。那就再来一次，三二一。乐乐，我们办到了。乐乐，乐乐，你就根据佳怡的指示绕过这些障碍物吧。记住，默契的前提是要100%的相信同伴，
那么，开始。乐乐，往前。继续往前。停下。前面是石头。接下来左拐。佳怡，你怎么坑我啊？对不起，乐乐，我忘了我们俩的左右是反过来的。还没到终点呢，起来继续。接下来是右拐。佳怡那个家伙左右不分，他说的右拐肯定是左拐。这游戏我不想玩了。那玩我的游戏如何？梦极一族的王拥有超高智力的怪兽，又是天王。乐乐，佳怡，赶紧进入战斗形态。山海神兽融合召唤，神兽召唤器。小的们，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升级版梦极的厉害。遵命。居然有两个梦极，管他几个，有几个我们就打几个。这两个怪兽一前一后，防得了前面，防不了后面啊。他们有两个，我们也有两个人啊。乐乐，你的意思是？佳怡，你把你的视窗界面调到机甲身后，我负责对付前面那只怪兽，你就替我留意身后那只。乐乐，这样能行吗？怎么不行？默契训练的时候我把你害得这么惨。没关系，就像深蓝说的那样，同伴就是要百分百的信任才对啊。那我懂了。岩狮兽神大剑。佳怡，做得好。乐乐，往左边跳，上跳，扫腿。到没有，从召唤出影子开始，这梦极额头上的晶石就一直在闪光。你是说梦极头上的装置是控制影子的关键？没错。那我们就专攻他的头。啊，什么？嘿嘿，中计了，我刚才丢的可不是武器哦。
子实体装置失效了。佳怡，让我们一起解决掉它吧。好。乐乐，佳怡，看来你们已经学会了默契的真谛了。身为默契的小伙伴，也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庆祝胜利的方式才行。这个嘛，我们早就想好了，那就是耶。看来你们俩还得继续努力啊。